又好厚，两边都是。比我高这么多。好。比我高这么多。三米四米。大家好，我是依然。今天是6月1号，终于是等到独库公路通车了。我们今天是反向走独库公路的北段，从那拉提出发，经乔尔玛到独山子林公里处。因为我们那个房车还是停在奎屯的。据说北段是景观最丰富的一段，所以经常会比较堵。再加上今天是今年的第一天通车，看看怎么样。实际走下来，今天行驶独库北段200多公里，用了不到6个小时。独库公路颇长，而且也比较陡，盘山绕行，林崖靠涧，注意车速，通行也还是很顺畅的。但是遇到车子出状况，就会出现堵车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沿途可以领略河流、峡谷、雪山、森林、草原自然景观，最惊艳的当属翻越终年积雪的冰打板了。今天我们只是行驶了其中的一段，过段时间我们再走独库中段、南段，领略后半程的精彩。